那演艺圈再传喜事，艺人郭彦甫呢昨晚结婚，迎娶小他七岁的是会计师女友罗玉婷，而婚宴会场呢选在故宫精华，席开了60桌，花费是345万元。婚礼现场呢是众星云集，包括了妥宗康、沈玉琳，还有郭子乾等人都通通现身，并且送上了祝福，而且还请来号角响起来主持婚宴。而平常台风稳健的郭彦甫呢，他碰到人生大事哦也是会怯场的。他说，婚礼前一天晚上他只睡了2小时，因为真的很紧张。不过这对新婚夫妇也强调，他们虽然不是奉子成婚，但他们真的很喜欢小孩，也希望婚后赶快做人成功。